重要。你们，我们现在，所以你们现在要回去有空的话看的是实学，实学是哪一章？是三下的，三下的第二章。哦，有听见了？三下的第二章，还有三上的第五章开始，第五章开始讲地球科学的部分。嗯哼。啊，就是三下的第二章，还有三上的第五章。好，麻烦回去要预习哈。那明天讲那个地壳的部分，就是水陆地。地壳。好了，你知道地球上的水有多少？70%。哦，一下子马上出来那么多数据。那个70%谁讲的？我。啊。什么叫70%？再讲一遍，70%什么东西？地球的总面积的70%。啊，面积的总面积的70%是水，对不对？嗯。OK， 是海哈。然后我的是总面积的71%是水。总面积的71%是水。好，所以有两个答案，70%、71%，你们觉得哪个是对的？70%还是地理的？不是啊，应该70%，因为是71%是海，所以其他三个都是零分，零分。啊。看我看不到，你过来。你看不到，好了，我不知道。来，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下在哪，他看的是讲义啦。这是一个。有的啦。来看一下第100，你讲140页。140页。没有啊，42是那个。我们的版本不一样啊。我就没有转告啊，我只是不是昨天就是这礼拜上课的时候看了一下，没有看到。是讲说有多少的水存在哪里了？看了在148页，你们有些版本是跟我的版本是一样，可以看148页，146是哪里？都没有啊。哪里有七十八？没有。那你还说146页？当然超过。没有啊。来178页的这一页，这个角落看到没有？这个角落148页。哪个角落？这个角落。它的70%跟那个没有关系啊。地球下水的总量呀，应该全部来水啊。那个70%都没有关系哦。好，冰是总量的70%。那个我们的新版的到底放哪里了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没有关系哦，它那是讲义整理的，但是71%或72%关系没有那么大，它讲是面积，地球总面积的比例来上来讲啊。70%，而且这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面积现在扩大还是减小？扩大。为什么扩大？海平面暖化。暖化的关系，然后嘞？海平面上升。海平面上升。冰就变成水。冰就变成水。是先冰变成水。所以很多陆地开始慢慢的沿海的陆地开始变成水了哈。嗯。所以这面积会慢慢扩大嘛，现在目前来讲是这样子。好。所以这个比例上大概知道一下，就不用那么。可以说到底是71%还是72%，不用，大概是应该约略等于70%就好。70%是海的，通常用70%是海来看哈。好，所以你们知道它是多大面积吗？会算吗？会算吗？讲高度怎么算就好了。我不会算，我告诉你，球体面积。球体面积会算。不会。球体面积不会算。不会。面积的球体，球体面积。算很好，切一切。啊，是不是？那个它的圆径就是半径，都没有算过的。哎，刚才讲话就是这样讲嘛。是不是3×4=24等于那个圆的半径？我就。然后嘞？然后就得到。你说3.14。拍平方。拍平方。的平方。嗯。乘上什么？乘上半径。乘上半径。嗯。这样就好了。半径平方乘上拍除以 a 半径平方乘上拍平方。半径平方乘上派平方乘以四除以四除以四还是6啊，我忘了，要想一下要怎么找啊，我必须把这讯息告诉这个少东，没有，那很正常，因为很正常，他们下面没有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教到的，还没教到球面积的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指谁？这边是谁？这边，我们这边从那个佛山到高雄都有。没有他，可是他应该也过。你们球面积什么时候教的？国中球面积什么时候教的？我没有学过，应该没有教。你
美德国三个都没教到。他是教球体，对，国三小的。球面积、球体积都没教啊。球体积没教。那我先问球面积啊。球面积。对的，国三下有教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是国三下吧。我忘了。反正这是简单的几何，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嘛。查一下就知道了。然后球面积算出来，球面积事实上没有，不会有一种用到拍平方的嘛？不会用到拍平方，绝对没有啊、哦。那不要用背的，去想一下，想一下。然后面积算出来了，我半径一定知道嘛？半径可以查，也可以查得到，对不对？球的地球半径可以查得到。查不到。查不到。查得到了，啊，快点查，快点查。上问题就查得到，这些东西就是，拜托你们现在学习，你们现在学习的方便性高很多，现在上网这些都查得到，球面积，还有那个地球的半径都查得到哈。什么？铅笔盒 ，OK， 好。拜托下次一次背起好不好？不然把书包背上来。背到铅笔盒的纸。啊，再加上乘上7%就叫陆地面积哈，还有那个海洋面积。好了，那海洋，我们在海里面已经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水，对不对？整个地球上表面上这么多的水，啊，里面多少水我们是可以拿来喝的？大概3%。3%的，大概3%的，事实上是淡水是3%，但淡水里面，对，淡水里面呢，淡水里面呢，你觉得高潮？这3%又不是说所有水都可以喝，这3%里面有2%是冰。哦，对。所以只有1%。就1%的水，对，直接就1%的水是可以拿来喝的，是淡水，好少、啊，是非常少、啊，所以说我们只靠那一桶水，水资源相对珍贵，水资源包含是像是河川的水，像地下水都在这个水里面，所以全世界可以看到的水这么多，事实上真的能够饮用就1%，啊，还非常非常少，这水资源是很贵哦。我那天听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去意大利玩。那他台湾人嘛，就意大利玩，他晚上洗澡之后他就开始洗，洗了30分钟出来，他朋友的爸爸就跟他朋友警告了，然后他朋友就跟他讲，不好意思，你明天不可以在人家住。他爸说为什么不能在人家住？我爸说你没有洗澡洗太久了，他们水非常贵嘛，他们水非常贵，回到台湾一度水多少钱？一度水有多少你知道吗？一度水，不知道，一度水，反正生活常识啊，我查到你查到什么？求表面积。球表面积多少？4.3拍啊！啊，4拍啊！是球表面积哈。啊，一度水是多大的水？多少水？多少水叫一度水？一瓶什么？好，我告诉你另外一个答案了。一度水目前台湾的一度水大概2到3块钱。哦、嗯。贵不贵？超便宜。超便宜。那一度水是多少？一度水是多少的量？什么叫一度水？2.4块钱。啊，最好是啊，多少一度水？什么样的一度水？一立方公尺，一立方公尺，一立方公尺啊，一立方公尺。这么小，太贵了。一立方公尺太贵了，很大哎。一立方公尺是多少？很小哎。一立方公尺多少？一立方公尺。那你泡的澡，你就要花6块钱了。你知道一立方公尺多少？一立方公尺是1000公斤的水。那是收多还是少？再想不清楚，一立方公尺的水就是500瓶，2000cc 的保特瓶，这样多还是少？多还是少？啊，多还是少？这样多还是少？多还是少？丘比丘啊，你就追这个啊！又想听什么？就追那边是、一立方公尺多大？一立方公尺多大？告诉我一立方公尺。很大，大一个。就是1公尺乘1公尺。再乘1公尺，对吧？一立方公尺，感觉没有很多。那没有很多，来算一下哈，一立方公尺等于什么？等于100公分的3次方，对不对？这等于多少？16次方立方公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不是，是不是？所以是多少？是不是等于10的3次方乘上10的3次方立方公分？十的三次方立方公分多少？1000什么？1公升啊，这就是1公升，对不对？这是1公升嘛。哎，我现在讲的有不清楚，赶快举手。好，拜托，赶快举手，不然就过去了，又不知道在讲什么哈。这是1公升，所以总共多少？是1000公升。哇！1000公升。一加仑。一加仑怎么是？一加仑呢？一加仑3.7公升左右。所以一千。
公升，一千公升多少？一公升每一公升的水一公斤重嘛，所以一千公升的水是多少？就是一千公斤，就是一吨啊。一度水呢，就是一度，就是一吨重的水。这么便宜哦？就这么便宜，那才2到3块钱。半人三十兆啊，所以这是讲的自来水啊，所以多人说买矿泉水，哎，这矿泉水一瓶10块钱，哦，好便宜哦，600cc， 所以用这样来算的话，一度水可以做几瓶矿泉水？500瓶。同血，1000除上0.6，多少瓶？大概1300瓶，啊，就是那个矿泉水1300瓶。可是我都不喝矿泉水。没有，是1600。因为矿泉水我知道，1600瓶。1600瓶。啊，对啊，1600瓶，对。高百威的时候，外面都是1700。可是矿泉水是可以喝的，矿泉水可以喝，自来水当然可以喝的。也可以啊。其他的自来水是可以喝的。哦，水我们那当然可以喝啊。可以。但是我们也是，你去看了台北市长啊，或几个每次他们只要有什么水污染，不是上次不是水台风过后，整个台北城水变黑了，过一段时间他说我们水已经净化好了，那就把自来水拿去喝啦。那回去赶快去吃药啊！那我不知道啊，去吃药。不是啊，因为在国外哈，有时候我们去国外住哈，那个去饭店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可以给我点水？水，你要什么水？我说就是冷水啊，矿泉水。冷水在厨房，在浴室就有，那浴室就有，那水龙头打开就是水啊，他们喝那个水啊。对啊，你那没办法，好不容易全家。更甜的，加我会加一点点，加没有，那是因为他们的水管不一样。对啊，他们比较不像台湾早期有一些铅呐、啊，有些铅管，那他们现在大部分你要能喝的水，他们要全部改不锈钢水，不锈钢水管。他们有的是有另外拉水线，有的是没有。像澳洲的话，就是全部的线，就是所有的水龙头打开的水，所以大家特别说不行，罐子都可以喝。但是事实上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水管是什么水管，但是你去饭店住，他跟你讲说我们的自来水都可以喝。啊，你喝了你也不会当下去验看里面有没有含铅的，品质有保证。但是通常是自来水的水品质。上次我去圆山的那个自来水厂去参观啊，他们也是啊，我们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晶品质是可以喝的，啊，他们经过层层过滤，然后到后面再有点在这个日曝啦、曝晒啦什么各方面的，然后去过滤成很细，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这个氯去做消毒，他们的水出来，他们都是可以喝的，他们是达到生饮的标准啊。啊，事实上我们的很多矿泉水，你比方说矿泉水可以喝，可是你怎么知道矿泉水怎么做的？矿泉水就是捞起来就可以。我听过矿泉水很多是水，那个山泉水直接流出来，对不对？去他们那边就紫外光，紫外灯照一照，它就有一区是照紫外灯，水流过去紫外灯之后就直接包装成水。那紫外光刚好被采完了，不是？被那个紫外光什么？就是它的辐射，紫外光它不是辐射线？辐射线？什么是辐射线，同学？你说的辐射，就是说我什么都看，但是我照到紫外线，你们说的辐射线是不是？辐射线是什么？我问一下，这日光灯有没有辐射线？有，强烈啊！啊，四十吧，你。辐射线简单讲，辐射线什么的？辐射，这个是。我们哎，同学解释一下中文。哎，辐射就是四处散开来的意思。哎，非常好。加一点。啊，加一点。投入点吧，哎，投入点。补充一下，辐射的意思就是辐嘛，辐这个字是往四面八方射出去的线，什么线呢？像灯光这个线是什么线？光线。叫电磁波，光线，这就叫辐射。最简单的辐射线有什么了不起？太阳光是不是辐射线？是。照个灯是不是辐射线？是啊。刚刚跟我说它不是那个，我身体的散发辐射。没有。和紫外线里面其实有一些特殊的用途，只是对人不好。对啊，它会残留到，那个音波也是。水里面。哎，同学，你们有听到他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你们要仔细听啊，不要在聊天呐。没关系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残留。可是那不会有一些对人有害。他说紫外线不是有一些不好的辐射线会残留，有听懂他的意思吗？一些农药的意思。所以首先我们有两个疑问啊，紫外线。有害吗？有些有害的东西，紫外线只会残留。紫外线，啊，是。所以我们的问题是，哪些有害的东西？它细胞破裂。修益。会什么能够让细胞破裂？杨老师，哎，什么能够让细胞破裂？紫外线本身。紫外线本身 ，OK 了，你说什么？
紫外线是不是把那个什么把波把光的波长都改成那种这样就好了？把光的波长改成什么？就是非常非常小。哎、欸，波长改成非常小，就改成非常大。非常大，非常大。紫色是比较。你急什么？你急什么？还没怎么？你急什么？是比较小吗？最近刚好正在做这项紫色是比较小。紫外光、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啊，从红色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嗯。哪一个是能量比较高的？红。哪边能量比较高？两边能量应该都很高的。没有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加个光，加个我们看到彩虹嘛，彩虹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哪边的能量比较高？红。站在红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四个，好，另外四个站成紫的请举手，一个。你举两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站成紫的呢是只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还没有，两边都有，两边都有不算。两边都有，好，还有两个没有举手的，请一样。开始决定。赵总，你猜什么？紫外线能量比较高，来，龙轩说哪一个？我认为红外线呐。反正我红外线呐，所以是加入第一组的五个人其中第一。来，龙轩，说说看。加入我们六人小组。快点，龙轩，你是最后一个表达意见，来，快点说。很久以前买的啊。说。很久了。来，龙轩需要点鼓励，请大家给他点鼓励。掌声！来，龙轩还有。什么叫随便？没有随便这个答案 ，sorry。那我们传统提示吗？提，没有提示啊。提示啊！提示。以上吗？有件他穿的那个衣服有点荧光的。没有。他进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荧光会发亮。他照到什么光？是照红外光还是照紫外光？紫外光。紫外光小孩他可以做不同的。是哪一个？超多。哦。什么？知道一个。是吗？这好吗？你说看，我已经提示两个了哈，来说看。就写一个，写一些碰撞词。光光光，你现在是太紧张了，太紧张，修为太过分了。好，我们每次说这个眼镜啊，很好的眼镜，它镀膜，它看什么？紫外线。看紫外线。他们说我们的眼镜要看红外线。对，这个紫外线没有啦。啊，因为紫外线能量比较强，紫外线会破坏你的皮肤，紫外线会破坏你的细胞，紫外线的能量比较强的，所以它激发荧光会发光。所以我们穿的衣服有如果荧光剂的话，进到那个紫外光啊，紫光打进来的时候，你会看衣服就是整个发亮的，那是紫外线。那事实上紫外线因为它没办法完全做完全的紫外线，所以紫外线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也看不见的光嘛，所以它会偏紫色，紫外光会有一点偏紫色，因为它就想会跟紫外不是，它主要是要这边的能量。但是他没办法完全做到这边的能量，所以他偏一点点紫色，所以说紫外光打下来之后，他有点紫色的光，啊，但是他是这样大部分的紫外光，啊，紫外光是太阳光下来就一定有紫外光，因为所有的辐射都有紫外光，这个也有紫外光吗？这个日光灯打下来也有紫外光，只是比例上很少。有。简单来讲，我们的光线是三原色嘛，但事实上它是让很多原色可以混出来。它越偏那边就偏蓝光，有没有听过蓝光？有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蓝跟紫有机，对不对？为了看蓝光，蓝光也是波长比较短，能量比较强。这两个名字它是连的。都有，像都有，这边有蓝光，太阳光有蓝光，都有。连这边的话，我就。那所以说，我一般来讲看 UV， 然后就只要从这边。UV 是什么？从这边接出来就可以了。紫外光。就会有一条。啊 ，UV 就紫外光，所以眼睛要镀个膜，就叫 UV， 就是要防紫外光。你说眼睛镀膜，眼镜要镀膜啦。OK， 所以说，刚刚我们，这我们有点偏题了，但是很重要，就是你们光波的部分跟复习啊。辐射，我们照紫外光杀菌的时候，我们紫红说，那这个辐射会不会残留，对人体不好？我觉得不会，不会吧？不会残留，那是嘿嘿，水就是啊，水不会残留，没有，它就水不会残留，它照了光就照了光嘛，对，光就是光，因为紫外光就像你讲，它对细菌不好，会有害，它会把细菌给杀死，会把细胞给杀死，
所以指挥官照过之后，我们就想象说，这个水里面的杂质、细菌、细胞都死光了，所以流出来那些装成包装瓶，就给你喝了，就是矿泉水。里面全部都是细菌啊！那它有没有残留的问题？有没有残留的问题？要装一些线啊，然后做。你哪天不吃细菌洗尸体？我问你啊、哦，你去露营，你去打了河水，你用水把它烧开了，你烧开的目的是什么？让它变尸体。对，是吗？这个问题真的。不是吗？就这个样子一样，就让细菌变尸体一样。烧过水。啊？我们那种直接把它用水，就直接喝的、啊。不能讲不会。它比较渗透风。这个小孩很勤，他们过来都，所以每个都还没有淋。所以你可以想象是，再用线把它接起来。这个水到了主色之后，所谓紫外光了、啊，到了紫外光之后，它把细菌杀死了。细菌杀死了之后，你看这个水会不会带着，会不会带着紫外光继续往前流？它会带着尸体。它会带着尸体。就带着尸体啊，紫外光就照完就没有了。它能量，它是有能量。它的光能就转换到细胞去，把细胞给杀死，就没有，这是被细胞用掉了啊，就用掉了。啊，你讲的有害的辐射是哪种有害的辐射？是指核能辐射嘛？核辐射。核辐射呢，因为它出来之后，它破坏原子核，它可以把原子核变成另外一种会放出放射性物质。那以为这样就可以，但都用不上去的，用不到，因为它可能就坏掉了。我们讲放射性物质，就是它打出中子、打阿法或打出贝塔波的那种放射性物质。就开始拿去照，可以这样。和照射，给我去照 X 光，那 X 光更强的光，它可能打坏我的细胞，但是它会残留。一般来讲不会残留，但是我如果去照，就我今天得了癌症，我去照那个放射性治疗，照那个就打那个。放射性就是打中毒，打什么细胞打死。这时候可能这些地方会被打到，我的细胞也会带一点点放射性，它可能会有辐射出来，但是剂量会很少，反正是有可能会残留，从残留残留这个，但是不是紫外光照残留。啊，这样清楚吗？就看起啊。所以拜托你们听到任何名词哈，一定要先想想他说什么，不要记起来，不要记起来，因为记起来会东记一点，西记一点。北极点、南极点，然后过了十年之后，你全部夯不啷当过在一起之后，你不知道你记得什么东西，那就会觉得很害怕，这里害怕，那里害怕，就什么都害怕。现在如果在讲那个核能不好，核能不好，事实上也是被吓大了哈。很多人跟你讲啊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吓你，说这个放射性有危险，非常非常非常危险，极度危险，超级危险。所以你跟我们说什么热射收缩啊，这些就被我们直接吓到。再讲一遍，就跟我们说什么热射收缩啊，这些什么被吓到。热射收缩不好，热射收缩不好，被吓到。我被吓到，我没被吓到啊，我只是说，热射食物确实没有那么健康嘛。他说，一般来讲，你在讲食物健不健康，那只是说它会不会太精致，太精致的食物反而不健康，因为它大部分的东西是被坏的，它纤维质也没有了，可能一些营养素就变成比较少，但它只纯粹是淀粉，或纯粹只是一个填充物而已，是用好吃的东西。对对对，好，不错，学理不错啊，好。水呢？水不知道水有很多，但是水实际上能够用的水很少。对啊。那我们要讲到，这就是水的分布哦，海水。那海水有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能用？有盐。有矿物。为什么海水有盐？矿物质只有海水有矿物质吗？地下水有矿物质。有。地下水有矿物质哈。基本上水都有矿物质，那水为什么矿物质或盐类？为什么？因为水是从地表流出来的。水是从地板跑出来的。什么叫水是从地板跑出来的？地下水是从地板跑出来的。那海水呢？海水是从地板跑出来的。还是盐巴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水只要经过地板就有矿物质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哈。那为什么水经过地板就有矿物质？因为水会抽缩。因为地面垮了，应该是有吸水作用。哎，我们不要同时两边讲话 ，OK？ 如果我们不习惯用举手，只要有人讲话，我们就要停一下，好不好？不然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好，来，那个轩宇先讲。因为水有吸水的作用，它会流过去就带走一部分的东西。好，他说水有吸水的作用，所以水流过去地面的时候会把一些矿物质给带走。什么叫做吸水的作用？那最早应该要去把泥沙带走，泥沙有水的作用。所以他会把泥沙带走。泥沙带走，它就有矿物质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说里面有一点点。
台湾最先，最先把上面的泥沙带。所以泥沙带走了，所以水就矿物质。不是这样子的。啊不，矿物质怎么了？我们在讨论矿物质，为什么讲到泥沙呢？哎，你们听这样圈一讲的吗？啊，你说，子龙说。泥沙它是土壤，因为土壤矿物质还放进去。嗯哼。它在土壤里流动，它可能会把一些那个要把它吸水，哎，那个三角水、钙水，它们不要流动。水在流动会把金属带进水里面，为什么还把金属带进水里面？因为扩散作用。扩散作用。上帝快车脚。什么嘞？扩散作用。上帝快车脚。好，那你讲。因为水会解离。水会解离，啊，水会把东西解离，是吧？是这样子吗？水为什么把东西解离？它那个盐巴中很多水。对，盐巴中水里面它就解离了嘛。啊，大部分的矿物质或盐类的东西，它就是比较容易被水解，它碰到水就会融化。对吧？碰到水就融化了，而且再加上早期啊，地球刚开始的时候，空气中大部分是二氧化碳，所以二氧化碳融到水里，它就变酸雨。酸性的物质，我们讲说我们在做那个实验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加电解？用水果电池，水果电池里面都含有什么？水果都含有酸，它都酸性的东西，所以酸性更容易把金属类的东西给溶解出来，啊，微溶它就溶解。那每天下雨，每天下雨，天天下雨，常常下雨。慢慢的，土里面的东西都被冲刷到哪去？海里面，就冲到海里面去了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海里面可能刚开始出现海的时候，我们说那海水都是纯净的，同不同意？同意。经过多少年的历史，这水就变得不纯净了，变得都是眼泪。40多亿。哎，没那么久了，大概三十多亿年。啊，40多亿年前，地球刚形成的时候，地球整个没有水。有。真的是没有水吗？有吧？水在哪里？地板底下。错。天空中。天空中，对，在天空中。他说的水都是水汽。因为蒸发的。全部蒸发，因为地球那时候太热，整个地球表面几乎都是岩浆，非常非常热。为什么热？因为宇宙刚形成嘛。宇宙刚形成，很多时候那个星球。宇宙已经形成100亿年之后。那时候球才形成啊，那时候对宇宙来讲，那是刚形成的。好，你星球，我们这些物质越来越集中，越来越集中，它能量就越来越大，它压力越来越大，它就越来越热哈。好，对，地球是一个超大的陨石。不算是超大陨石吧？什么是陨石？从天空中掉下来的石头。陨石在空中可以这样讲，说在宇宙中它漫无目的的前进的，我们都可以说它是陨石。可是它不是只要够大就可以有一定什么？可是陨石是不是只要够大就会有那个什么引力吗？还是什么？引力。所有东西。所有东西都有引力啊！我们学过万有引力，所有东西都有引力。哦。好。所以我们海水是从天空的雨水掉到陆地上，它把陆地上的一些杂质、盐类、矿物质什么的就溶解。带到海里面去，所以海里面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盐类的东西、矿物质的东西，就慢慢变咸，变得有味道，啊，变得我们人不能直接拿来喝。啊，那想到那鱼为什么可以喝？它没有喝啊。生在里面。鱼没有喝水啊。对啊，鱼有过滤。鱼当然有喝水啊。真的。废话，哪种生命不用喝水？为什么要喝水？啊，它为什么不用喝水？它要喝水啊，但是它大部分是过滤过去，它要喝水。像鱼为什么它可以接受海里的那种我们不能接受的盐水？因为那块肉都是咸的，盐化。咸鱼。好，所以那个冠宇的意思说，鱼是进化成它可以接受盐水，这样讲有没有？有人说应该算哪里盐化？盐化，所以那盐化跟进化实际上是有很一种大同小异，还是演化成可以适应和海水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，它本来就是，就因为孙悟空他把人的生命是从海里面来的，对，它本来就可以适应水嘛。对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它是一开始生命就在海里面呐、啊。对啊。所以它不用适应海水，它本来就在海水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慢慢的适应成陆地上的生活，那变成我们没办法去。我们已经进化到某种程度，或者是你可以说是退化，退化成我们不能接受直接生饮海水了，对，我们身体不能接受。哎，学员你在干嘛？我在听课。你坐起来。好。不要学邓学。啊。哇，我会邓学。爸爸啦。那我们在陆地上呢？在陆地上雨下下来之后呢，它就会从高往下流，对不对？它慢慢的汇集，汇集就是水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雨是。在南极洲或在北极洲，
它就是用水下下来，它变什么？冰，它冰下下来，冰下下来之后，它就积在山上，山顶上。然后积在山顶上会变成什么东西？有冰山啊。这雪，雪的趋向，像越挤压越挤压就越紧。它就开始会还是会移动，它就移动，它变得慢慢的移动。这叫什么？火山。火山是吗？这哪来火山啊？为什么变火山？我不知道，我乱猜。它叫冰川嘛，对，冰川呐、啊。什么冰川？雪下下来，它越来越重，它就往低处集中，它往低处集中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是磨一磨，它就会切割那个山，但是没有切割点，不管它，它是往下流。我们就让移动的冰。河，它是叫冰河啊。它有光啊、哦，但是它很像固体。实际上它就是固体，因为它是冰的累积积在那边、哦啊、但是你累积在一起之后，它碰到陆地的时候，实际上液压它跟陆地之间它是会移动的，它跟陆地结合在一起它移动，所以它缓慢的移动。等它移动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它说去南极或去北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冰川地形玩。冰川地形有时候这东西只要冰川地形，你并不知道这叫冰川，因为冰川移动非常慢，它可能一天只有移动一公分，所以根本没有感觉。可是你在在上面走一走的，有可能因为冰川在移动嘛，它倒是不会掉下去，但是它有时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突然啪裂开，冰川突然裂开，前面的可能遇到一个比较陡的地方，它往前流出来快点，后面没有跟上的时候，这边就裂开了。一裂开一个冰川的缝，可能就几十公尺深，所以在冰川最危险在这里，就是说你可能走一走，突然就裂开了，它裂裂开成一个口，非常清楚，裂开了，有很有趣的。什么？有可能掉下去、啊？我说好像很有趣，好像很有趣，我不知道，我没走过，但是应该蛮危险的哈。这冰川的地形啊，对。那实际上我们地球，就是我们一般的陆地表面上比较常用的，还是就是比较干净的地下水。就是你如果是下雨下下来了，那我们水会渗透到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渗透到土壤里面去，土壤里面是一层一层的嘛，我们一层一层的什么？它沉积物有时候会有一些黏土层啊，好，黏土层它就把水封在这里面，水呢就被封在这里面，这就是我们的地下水，啊，地下水。所以事实上像台湾很多地方，因为台湾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陡峭的一个地形，所以当雨下下来就流下去，雨下下来就流走，就流走，就流走之后呢，你很难去存表面水。为什么不是有水库？水库没有那么多，事实上水库台湾水库算多的，但是事实上你光靠水库是不够用，所以很多人事实上是靠地下水。事实上，光是自来水厂有时候要靠地下水啊。尤其像南洋溪这边有没有水库？南洋溪有没有水库？没有。南洋溪有没有水库？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们在干嘛？宿舍不就用地下水吗？宿舍不打井吗？对啊对啊，地下水。在宿舍用地下水。啊，像我们的那个自来水厂，有时候他们河里面水不够用，河水很脏的时候，他要取地下水啊，他是取地下水。啊，地下水是比较干净的，因为地下水很自然的哈。是海水吗？什么？宿舍。是打井的。宿舍怎么样？是打井的。宿舍是打井的。是打井哦。你们是喝地下水哦。对。雨下下来之后呢？雨下下来之后呢？上游污染。它要经过这个土壤，土壤就是跟上的过滤纸啊，过滤材料，它是过滤。过滤完它就存在地下水层里面，啊，地下水层里面。所以以前呢，有些不良的厂商，他制作生产一些像是五金啊，或者是电镀啊，看的废水，可是废水它没办法处理啊，因为你废水要从废水，这是工厂，那废水要排放到河里面去，一定要先把它干净化、净化，可是净化花很多钱，他不想花这个钱，他怎么办？直接。什么丢去哪里？偷偷丢啊！偷偷丢，有啦。以前他们就会晚上偷偷排放，有偷偷排放就被看到，因为看到这水在冒泡，这脏的水，去一查是谁就抓到了。那、怎么办？我自己管，对嘛？就打个洞啊，我就这边打个井进去啊，我直接把水排进去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糟糕！我就直接把那个脏的水啊排到地下水里面去啊，就看不到，谁知道我排地下水？没有看到嘛？啊，可能这个水呢，就是有些地下水哦，是好几千年存下来干净的水哈、哦，就因为这样一点点管打进来之后，这水就脏了。那水脏了之后怎么处理？就不能喝了。就不能喝。像现在目前高屏地区大部分这样的，高雄啊、
屏东那边很多水都这样被破坏了，所以他们水都基本上，你住在高雄的人应该知道，他们都要去买水。那是什么？什么小朋友什么问题？而且地下水通常都相通的。啊，都相通，大部分都相通。它平和有比地面上的水系还要更相通。嘎！对，很干哦，那没有办法。还不要忘记超车还会地层下陷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但是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讲的，现在先简单介绍水资源。啊，所以现在身上。那这些水放下去的残渣都不会烧到太资源了。他赚的钱够他买新的水。对啊，他去买，他去别地方买水，他不用喝这个水。因为他最高不得了。啊，刚主动讲说很多人，像比如说在高屏地区啊，他养鱼、养虾，养鱼养虾需要大量的水，水从哪边拿？地下水。你去抽地下水。那不是拿海水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很多很多养殖不养殖业，他们都是淡水。所以养虾是啊，泰国虾是淡水啊，那淡水虾特别好用。他养的时候呢，他就要抽地下水嘛。能听到吗？这地下水是什么？就像我们去玩，我们吹水球。不是水球，拿气球去装水，就是水球。所以水球上面的皮是不是被水支撑的？那不就等于？对。那我为了把水抽出来养鱼，我就把地下水抽出来，然后皮就会陷下去，皮就陷下去了。哦，所以高屏地区的水，它上面那层地壳也是被下面的水支撑的。所以要变成一个单壳。啊，支撑的地壳。所以当水被抽的时候呢，水就向下陷，水就向下陷。现在目前陷的比海平面还低，比海平面还低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变成盆地了。盆地不一样吗？盆地，像台北也是盆地，但是台北的盆地没有比海水低啊。没有那种洼地啊，不是大陆有那种盆地低到比海平面还低。歪掉。大陆也有，但是它不在海边。像土方洼地，听过它也是很低啊。但是洼地大部分洼地，对，但是不在海边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啊。像荷兰，很多地是比海面还低，比海还低，所以怎么办？所以不是有个漫画说那个水坝破了，他就用手去堵住，对不对？不是漫画，是假的。废话当然是假的，这不是漫画嘛？啊，那它比海平面还低的问题是什么？它会什么问题？你在海边，你在海边，而且你的地比海平面还低，涨潮多了，对，涨潮就容易淹水嘛，或是下大雨的水排得出去吗？就排不出去嘛，所以只要台风下大雨就淹水，啊，所以地层下陷这个问题啊，所以。他们很容易，尤其像那个大潮的时候，比如像那个潮汐啊，不是涨潮的时候，它水可能就涨上来，涨上来就淹进来了。淹进来就不容易排走，你像抽水一下抽出去，所以非常麻烦。现在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哈。所以现在已经在鼓励了，政府要鼓励他们这个地方不要再养殖了，不要再养那些鱼啊虾，不要再养。那他们要怎么过生活？继续养海水。好，现在有新的做法，就是说。养空，他们把那个空地啊，因为不养嘛，啊，空地干嘛？空地就放太阳能板，所以要养太阳能板，他们在空地改太阳能板，那太阳能板可以发电嘛，发电再卖给台电，那就更好。所以就鼓励他们现在不要那个空地，不要再养了，不要再养之后就架太阳能板。好像很多公司在辅导这种事情，所以他们空地开始种太阳能板。种太阳能板，因为你看就一块一块种在那边嘛，啊，就是把那个把那个夏天可以长出夏天，你也不可以种东西了。种什么？会被挡住啊，阳光被挡住啊。植物如果没有阳光，它通常长不好哈。好，这是目前的一个做法，它是做阳光啊，种养那个太阳能板来发电。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呢，慢慢的这水会升上来，会吗？会不会？教你们会不会？我觉得会啊，因为它的地势比较阴啊，这个地势比较高嘛。你看水从地势高流下来，它就有压力啊，那压力就把它撑回来，啊，这水压力大，这个地再撑回来，但是要有水。为什么从那个？然后再把它陷下去的。已经养了太阳能板，就不需要重新养鱼，因为太阳能板一放，通常可以30年可以回收了。
对，它有个呼吸的一个。它三十秒回不来。但是我觉得养鱼比较赚嘛，我觉得它。养鱼现在有很多别的养鱼方法。那个水可能三百。养鱼现在别的方法叫什么？现在大部分很多是用那个海绵去养，没有，他到海绵去养。现在是我们这是陆地嘛哈，这是海，我就在海围起来一块，这样养鱼就好了。对，对不对？我在海里围一块养鱼，我需不要再去担心说水不够？而且鲨鱼，他现在养到那种海里面养的话，那种养石斑啊，那种比较高经济价值的鱼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养比较贵的鱼哈，石斑，石斑贵一点。啊，石斑不用养，丢下去就好了。我没听懂什么意思。石斑现在野生的石斑越来越少了，现在还是很多吃的是那种养的。对，野生石斑很贵，这样掉旗子。好，那你看哦，水，我们刚不讲了吗？水从高山上这样流下来，它可以把矿石带走，它可以带走什么？它可以带走什么？养分。养分什么样的养分？污染的养分，污染的养分。一般来讲，讲什么养分比较自由基？有机物也是哦，精盐类啦，矿物质这就是养分哦，是它这些养分啊。有机物的话是什么？植物尸体啊，植物的尸体啊，腐烂东西啦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大便啊，都是。可是一般来讲，讲说从说带走讲是无机物为主啊，像流浪海洋去。平常他带走的时候，是让他带走，就是刚刚轩宇讲泥沙，泥沙也被带走，有一点就跟饭一样。对，它会沉积，所以你看，水从山上流下来的时候，它会在那边慢慢的刮走一层泥沙，是刮走一层泥沙，对，刮走是要冲刷嘛，它把水给水会把泥沙给带走，带到海里去，带到海里去之后呢，它就沉积在这里，它就沉积在这里，之前就知道，所以这叫做什么？像我们一般来讲，南洋平原，南洋平原这一块。冲击散，就冲击平原，冲击平原哈，那冲击平原，啊，那冲击平原被山上的泥沙冲下，那这个山，你要看，有些山会被冲成一条河，为什么那个地方会冲一条河？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河会流在那一块刚好比较软？刚好对，没有错。我雨下下来之后，它一定有些地方。水土比较硬，有些土比较软，对不对？土比较容易被溶解的，土比较软的就会被水给冲下去，它就会慢慢刮出一条痕迹。那刮出痕迹之后，水就会往那边集中，因为水是往低下流、低处流嘛，所以这边已经被刮出一条痕迹，它越低，它就越往那边流动，啊，所以慢慢的就会那个河就越来越深，所以河水有切割的效果啊。像我们看152页。150页看有没有？他讲说喝水，那个龙有没有课本？那你怎么去哪？懒惰。去哪一本课本嘛？每个看一本课本啊。啊，很困难啊、哦！我每叫一个同学借，这边就有课本，去哪一本课本？赵总，去哪一本课本吧？还有，还有吗？
那所以你刚才说密度不一样怎么回事？说比较细的石头密度比较低吗？没有，对吗 ？PM 二点五的 PM 二点五怎么危险？我们先讲个讨论啊，先讲个。谢谢。